挑战失败了，今天情绪其实情绪很复杂，因为我那时候听到我已经知道对手是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他实在是太可爱了。那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也唱得很棒，他面对我唱台语歌，可是他还是可以表现得那么好，我真的很欣赏他。那没关系，我下次一定会再来挑战的。今天的超级星光大道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指名 PK 赛，可以说是他们缠斗了好几周哦。那么到今天到底鹿死谁手，来听听这位挑战者的歌声。哦呀哦哎呀哦哎呀，是的，我们的划船王子杨丞翔。在上周前来挑战的划船王子杨丞翔，清新的嗓音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。今天杨丞翔将与星光二班的唯一男生赖明伟再度对决，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歌曲应战呢？总是用他的那段来吸引你。哎呀，今天有放的比较开的，有开心是不是？比较放松是不是？干嘛？我刚刚讲话又有刘德华接班人的感觉哈，那个笑声。但听说上完我们节目，整个人生也不一样了，很多这个旧与新知都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谁来找你？没有什么，没有谁啊。不是家里电话接不完吗？哦，有啊。我谁打来的？哦，就。国小、国中同学都打来了。哎呀，哦，哎，以前的情人有没有打来？情人？没有。是没有情人，还是情人没有打来？都没有。哦，都没有。碰到一个比莫文蔚还爱笑的人，有没有？莫文蔚这个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哈，他完全是这个放松的。那指名 PK 呢，是我们这边的一哥赖明伟，请出列。那次跟杨丞翔 PK 的时候，因为我第一次听他唱歌，就感觉他真的是他的感动很纯正，就在他身上我看到，我觉得唱歌表演都是要放松。我觉得上次那个张宇老师有讲到。他说：“其实本来 DJ 的人是来跟我们比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跟我们自己比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把自己做好，那我觉得就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他，把自己做好。”这样。好，赖明伟面对杨丞翔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起伏是怎么样？做好我自己就好。哦，一开始其实看到他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坦荡荡，后来同分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慌？其实有。对，就是还是面对自己还是会紧张。OK，那回家有没有这个反复的这个你知道录下来看？我后来有回去看播出。然后网络上面也会有人分享。然后我就一直看，然后看我自己到底是哪边有什么环节出了问题？那今天也好好表现，谢谢，不要让大家失望，好不好？毕竟能走到这一步，能跟赖明伟同台 PK 的，江湖上真的是五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，好不好？你要好好的加油。今天带来什么歌曲？动力火车的《彩虹》。掌声欢迎杨丞翔。在上周，赖明伟与杨丞翔的对战以平手收场，今天两人将再度交锋。赖明伟能够发挥实力，捍卫星光二班，将胜利牢牢守住吗？孩子的发一开始来这边没有想到可以打那么高分，想说15分就满足了，对吧？没想到是对我的肯定，得到19分、20分，所以上自己就会有压力啊，然后就大家一起加油。不醒过来，这就不是梦。请看着我，请拥抱我，体温别流动。好多话想说，好多事要做。
我，请时间给我再多一点停留。身为一道彩虹，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。陈翔的演唱 ，OK， 这个小时候的偶像是谁？在唱歌方面的，张惠妹跟动力火车。哦，不是四骑士吗？这样说来又这样说去呢，特别的杨陈翔。好，现在心情有调息好了哈。嗯 ，OK。带来什么歌？齐秦不必勉强。不必勉强，掌声欢迎赖明伟。谢谢。就有请
今天其实呢，我们在中间录影休息的时候呢，所有评审都就一直在叹气说，哇，真的太精彩太难，而且就让莫文蔚给碰到了啊。 Karen 先来讲评这一组好吗？两个我都非常喜欢啊、如果划船王子啊，我很喜欢你的那，你很诚恳的那种感觉，你让我觉得我觉得很舒服。然后 Yumin 我又觉得你的那个挥洒自如的那个又很棒，就有那种就是歌手那种风范，当然也有 fancy 的这